好，接着玩。那这游戏啊，我去查了一下，它过关条件原来是要把这个首都地区啊，就是占领之后就算破关了。只是比较有趣的是，这首都在中间，它的建议等级比更后面的地区就是还来得低。所以我有点，所以他意思是说，他好像是你也可以全部打完再打首都吧，我猜。但是有个成就，好像是说你一个区域都不占的话，直接打首都好像也可以。反正就是有各种状况。那我就以这个首都方式吧，慢慢打过去这样。所以其实应该再打几个地区，可能就可以打到首都吧。因为我现在在抢夺其中一个省份，嗯，如果是的话，就往这边前进吧。这有一个矿场，往那边前进，加速一下。准备进攻。进攻这个矿场，然后这游戏最多就四只机甲，就是不能再多了。那时候我比较破坏这边的平民单位哦，那矿场是蓝色的，所以有看看哦，机甲两只。看一下他的武器有什么，散弹机枪、加农炮，还好没有导弹机。好，先交给这个导弹机进行攻击。继续轰炸，然后它有一些这个，因为它现在这个很容易过热，所以那个基本上就是，其实它有一些组件组合起来，也是可以让这个让它的攻击频率可以再快一点，就是还是有装备上的可以，你可以把它改的，改的蛮强的这样子，应该是先打。他那个，这一台是散弹吗？打坦克，这样吧，但是他会被攻击，所以我要这一台是光剑吗？如果我现在往这边走，然后哇，这样看不到，所以开始先冲刺，那直接冲过去，砍人好了，近战砍击，这样应该就有了，这样有点太慢，大概在这边吧。看到底有砍中还是没砍中？好像还是太远。那么这边吧，然后下一步才是砍他。这有高低差，到底是有中还是没中啊？应该是有吧。跳起来砍，所以他现在这个时候要这样，那这样可以防御他跳哦，狙击，看看哪边可以打，他没有理想的位置哦，站这好了，理想射程，第二发，快过了，那就这样好了，开始。没有打到自己人了，完蛋！这导弹一直打到自己人，
笑死，那位置也会影响，你要这个导弹的问题，还有这样，就他被这个友军打到快炸掉。嗯，这样吧，那还蛮搞笑的，又误伤友军。然后我的近战，他到底有没有砍中啊？先假设他想自己砍中的情况下，然后往这边走，然后防御是这样子往这个，然后我再想办法砍到吗？那个高度。不行，他那个位置不好，走这边。一开始这边就要防了吧，然后近战攻击。为什么他这个扛重？觉得好像是，觉得应该砍得重啊。哎呀，咦，那试看看吧。欸，他没有砍中哦，哦，因为他位置已经变了，各种空档，好吧，那既然已经走了，那就是走到这，哦，因为我没有算到他的那个移动位置啊，啊，这个过了。直接往这，因为有那个过热，所以我现在没办法多做别的事。这样吧，然后这只没死嘛，所以被导弹打中，真的蛮搞笑的。那等下会往这边砍，所以这个导弹也要射这吧。然后这边机脚像，这已经被摧毁了，所以是这一只。哦，这样吧，执行。哦，散弹。哦，砍中，一发。但是他现在要冷却，所以他要往后，可能要往这边跑。然后盾牌这样子，然后再接攻击。不过这个太远了，所以要往前。嗯，这样有重吗？这样吧。OK， 然后后面这一只，这只用狙击再继续狙它好了。狙击，那会开始移动吗？所以我在这边射击，这过热了。照理说那个导弹应该会把它射烂才对，以防万一。然后这一台还没死。那现在剩三台嘛，就这三台，哦，就这样。哇，我砍，这台没爆，应该结束了吧？还没，还有两台。我还发现用这个看这个比较快一点，才可以知道到底剩哪几台。虽然现在剩这两台，嗯，这台应该是已经。被摧毁的驾驶用，我记得这个好像还没吗？就是往后，再往前，大概是这吧。
在，哎、欸，他这边这样打不到，那我觉得用导弹机攻击好了，这样可能比较快一点吧。然后左边还有一台，不如他绕过去，你这样还比较省时间。再往前一点，哎、欸，就不要了，直接用跳的。哇，他这超过热的，行。那我直接硬砍嘞、欸，为什么这个会砍中？嗯，这样就有了，主要有点角度的判断微妙。哦，就这样吧。嗯，哦，这边狙击，他说他射线受阻、欸，哎，但他也是有可能会灌过去吧，试看看哦。然后导弹机先帮忙打好，然后这样子，哦，开始。外观已经被摧毁了，呜，回了一个空，回空。哎呀，这一只到底是怎样？它又复活了，真是太扯了。换账好了，省时间。中了、啊。哇，他要去拿飞弹了，哦，没有。稀有组件哦，这个组件就是你可以做这个白色，哎、欸，绿色吧，可以再做更好的。哦、这个我要，射手步枪，手枪可以换，然后重型的散弹枪。这个可以留，然后其他就回收好了。被洗劫的设施哦，那时候你停在这个设施附近哦，发现有外面聚集一堆工人哦。那时候那些士兵拿走说我们的物资了，所以我们这几天的工作都白费了。他说你可以帮帮我们吗？他说你不能拿着他们的物资离开。啊？什么意思？所以我是等于什么都没拿吗？抢回物资。哦，屁啦，这个物资的点在这也太远了吧。那对，那是延伸到另外一个地区的事件。这也太扯了吧！竟然是在一个超级远的地方。质量，这个看起来就蛮不错的。那手臂是黄色的，我们要变红色的。那都一直没有狙击步枪的进阶版。我觉得他拿这个拿手枪好像没有比较好，不拿战斧好了。就是那到时候远距不行的话，就变近距来攻击，那这样可能还比较 OK。嗯，好，先这样好了，然后就去解主线。我打这个才加了十分哦，他那个对抗的，所以他这个主要还是得打他这个核心的东西吧。你打一些无关紧要的就没什么用。那算了，我打巡逻队好了，打巡逻队就够了。左边还有另外一个战场。
但是基本上就是你要损失少一点啊，因为损失太多，那接下来的战斗真的会要一直用这个很残破的机甲进行战斗，这样。导弹机发射。奈子他就被那个被锁定了，位置太远了，他还撞到我自己人。等一下，我想一下，为什么后面敌人的那个设施在我的旁边这边吧？然后这样。打错人了，然后这个我战散了，他会被狙击，这样太冒险。如果他往这边退，理想射程，然后再接第二发，这只的话，先。快速的跳跃，然后当那个炮火，一开始的位置，我想一下，应该是这样吧。西，去吧。左边应该是快要倒了吧？哦，他完全没被打中，那个双脚这么强，我要跟他打带跑，因为他的位置越来越近。太阳呢？然后这一只，让他帮忙轰旁边的，这样吧。他应该是可以不用动，这个的话继续狙击。先狙这一只好了，不要他狙旁边，狙这一只哦，因为他过热，所以他只能再狙一次。那这只的话，我看一下哦，他现在变成他们的目标，所以我绕这边，然后盾的话先挡这。然后再挡，然后稍微走一步，然后跳砍，好像看看，再这样，但应该就会砍中了。看看，哎，应该可以吧？盾快坏了。啊，空打了，又砍歪了，笑死。然后这样砍歪了，重砍一次就好，往前一点好了。哦，理想射程，我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还不错的位置。第二发，然后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只是说，那这一只的话，我看一下，我的跳砍位置有点糟。那我们这走，再砍一次，应该不会砍歪了吧？这样到底有没有砍中啊？看看，这样就歪了，因为它根本位置不对啊，所以你要追着它跑。大概在这边吧。哦，防御，理想的砍法，要好。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欸，他为什么没有动？欸，他竟然……哦，他是因为被摧毁，所以动不了。那我真的是白砍了。嗯，太蠢了。怪，我看到明明预估是会动，为什么现在不动？真的是问号。对，那有些预估就蛮微妙的，所以这时候应该就会砍中。然后把你先脱离，等待下一次的攻击。这个等一下炮火会把它炸烂。嗯，我这边的话，怕等一下没有砍死的话，我再轰炸。欸，又砍歪，真不好砍。我觉得他那个砍的方式的呈现，真的实在是，如果你一直没办法上手的话，实在是蛮不好用的。觉得他应该可以再用另外一种更好的方式呈现。先防御吧。吧，等一下自己来跳砍再一次吧。为什么我一直砍不中啊？我觉得用飞弹来搞他好了，因为砍坦克比砍机器人还难。这样，因为他的那个身高吧，太矮了，就是跳砍。有时候砍上半步也可以这样，但是机器人是下，那个坦克是下半步。欸，我这次竟然回收到一个完好的这个机甲。嗯，这可以拿盾牌，其他的就回收吧。回收。嗯。啊，这个有十分战场威胁度00，所以我现在是要来搬这个吗？用后备军45。啊，我先回一下我的机甲耐久度，因为它刚掉蛮多的。至少先回一下吧。欸，有一个还在80%。好啦，上了。找到琴来。没战斗。觉得他刷装的那个装备等级真的很微妙。等级不是代表一切的依据的。我还有方的坦克，欸，加农炮、机关枪，还有导弹机一台，机甲那一只，所以一开始就要先对付他。视线受阻，所以我一开始先上去。但这个也太远了吧，一开始直接跳好了，然后再等。攻击理想射程，他怎么不会过热哦？哎呦，还好，他的那个散热还蛮不错的哦。然后坦克这一只坦克是大炮吗？欸，有哦，这个友军的坦克自己会驾驶，欸，完全。不用控制它。然后先把敌方的这个导弹机先打下。欸，为什么他们这一次的散热的速度这么强？是这一场的加成吗？竟然可以这么近距离的连续发射。哦，我相信你真的那么的厉害。先躲避到这，然后
那如果一开始就发射的话，会不会导致前方那个被打中？哎，没有，那不是前方。哦，再射击。哎，好像是这一场的加持，第一发的那个真的是弹的比较有用。对啊，他会卡到他了。那我一开始就跳过去了，嗯，然后来这边。然后过程防御，嗯，这样好了，去吧，发射，啊，完了，换他来要，哎，他说他们是来抢货物的，我们要抢货物啊。那个导弹机射那个坦克，那看来他应该活不久了。兽主的视线已损坏，帮忙狙这一台哦。这边哎、欸，那不用帮忙狙好了，先狙。哇，那这边兽主。没有一个。射坦克好了，然后这边也被挡住嘛，上面有一个位置是好射的，所以那我先往这个制高点走好了，然后这个往左边移动，因为我要稍微绕一下位置，不然。那个飞弹就打到他自己了，打到站上去的那一位，欸，坦克。如果他要移动的话，好像整个往左边走，欸，哦，这样好了。这个给他用砍的好了，我打后排，这样 OK。那还有一个坦克在哪里啊？欸，啊，这一台哦，它还藏在一个那个火花之中，然后等一下它会过来，我到这，它会到这，就直接取消，我直接用砍的，它现在会过来，欸。但是这个位置到这，所以我要先等待，是先跳，先攻击好了，这样，飞砰，这样会撞到，所以是错误的。再往后，然后再看到底有没有中，看一下啊，飞 miss。因为他一直前后跑，所以这样，欸，嗯，应该是有吧，然后再绕回来这边，啊，试看看吧，欸，欸，啊，坦克不是他自己有攻击吗？结果还要帮他指挥，他现在导弹来了，他只能一直移动。哎，欸，我砍，有了，中了。玩机械比较好砍，但是他还没挂。为什么一直有对话？但是那个战场完全跟那些对话好像没有关系一样。哦，他那个是什么趴数啊？加1068趴，是指什么东西过热？那现在再往看一下哦，在这个位置他会过来，那我不我自己先冲出来，然后再砍一发。哎，嗯，应该可以吧？然后再退回来，然后往上走，在这边。用，欸，他怎么爬个山可以绕这么远？
直接跳上来好了。哦，等待，直接选攻击。诶，这个坦克好像停在那边不动，那先不要好了，用导弹机直接炸。导弹机攻击，这样，好，完美，去吧。哎，但是啊，这一台好像没人理他，那我射他好了。找方法，先跳上来。他的位置会不会被导弹机射中啊？位置太高了。感觉蛮有可能的，而且那明明是机器人，这个斜坡这样爬不上去，就是他还要绕这边，觉得还蛮蠢的，真的非常的奇怪。哇，那这一台，啊，我来这好了，然后。到之后射击，哎，还没砍爆啊！创赛，没有了砍，他下半身，他那个机械的下半身被砍到烂了，但他还可以爬起来，这太不可思议了吧！你再砍一次，直接播放，欸，他的机器人，因为他被砍烂了之后，他的那个机甲弹起来，然后被弹起来之后，他身高太高，反而动到导弹，原本打坦克的导弹，所以直接被炸烂这样。欸，他竟然还活着，他机甲全坏了，欸，这个也太扯了吧！嗯，机甲已经全烂了，竟然还没死，这个也太夸张了吧！啊，再试一次。嗯，他竟然活着，几乎已经把那个骨架，而且，那结果我的这个友军的坦克反而在攻击我，是，实在太蠢了。中型的物件，感觉拿一堆物件好像没什么用，欸，还不如把它回收换那个资源，好像也比较好一点。就是因为如果你现在什么都没缺，然后把它这个回收的话，你可以研发科技，但我有这个。现在应该也可以点一些东西吧，我看一下。哦，下面的物件都要2000，这太多了。所以我这个打完剩33%，但他目标是要我来，我要去村庄吧？为什么他会有这个云的？这个会是橘色的，那个色彩。分装，先存一下。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怪，为什么它剩骨架还可以再动下去？这是很奇怪，但是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哇，这个敌人也太多了吧！先看一下他的武器，因为我第一个要看的绝对先看武器，这样才知道这个要怎么应对他。一开始他就被这个攻击哦，那就是他边射边后退好了。
应该这个是组件能力吧，就是初期他换的那个部件里面有那个效果，我在猜。那可以那个连续发动射击吧。不知道这样移动会不会撞到？应该不会吧。嗯，他往这边移动，用跳跃的好了。往这走，然后先往前冲才可以砍，所以先这样。往这，为什么点不下去啊？是因为距离不够吗？对啊，不能点呢、欸，奇怪，为什么？哦，然后他现在全部人都在打他，所以他可以安心的狙击。可能要往上走一点，然后攻击。射线是受阻啊，因为他这边有一个那个房子啊，就是按的跟鬼一样，难怪看不到。这个视野 A77 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好打的，全部都受阻。那我推进到这边好了，然后走到这个位置。理想射程，因为他这样就靠近了嘛，然后再补这个，啊，试看看吧。那、应该没有毁谤半只。哦，他这个已经在弹射了。那直接开始就驾驶员弹射了，所以往这走，然后跳砍，这个距离好像有点远。中间就要砍下去了，所以他可能会砍个积木吧，那再稍微前面一点，这样吧。在中间才会砍下去吧，然后再往后面跑。哦，防御这一台，这一只它现在过热，往左边走，然后导弹打这个中间，这样好了。OK， 这个他那个狙击非常的远，那我方狙击手被那个他那个靠近了，所以我看一下哦，那现在在这他会绕过来，那我就跑来这边，因为我有近战，我有战斧这一只他的副手。这样到底有没有砍中啊？我相信应该是有吧，要是没有砍中我的挫赛，再砍一次。是以防万一，如果没砍中的话，又要砍中，但是那这边就白砍了，只是把它破坏掉。对啊，现在剩两台了，然后这个是他准备用冲撞，所以这边的话先往后吧，大概这个位置吧，有点太远。然后
我砍位置，砍应该是有砍中吧。哦，先防御，然后这边还有剩一只机器人，大的，这只的话，用那个导弹攻击应该就够了，但是。以防万一的话，他等一下会绕来这嘛，后面的，所以我先跑来这个位置，然后走到这，等等等等等，我在这个位置，所以，哦，这边，然后用那个近战，有办法砍中吗？拦截。飞下去的时候应该是有可能吧，好啦，试看看吧。哦，冲啊，砰啊，完了，砍了一个寂寞，就我好像这一只反而会被那个，诶，他是要撤退是不是？哇，那个，因为我冲太快，反而我那一只变成去吸到那个导弹了，我放的导弹。我看看，那他既然是往后撤，我就撤到这，用狙击打他好了。打一发，我试看看。哦，背后中弹，有啊，中了。补一发这个近距离的狙击啊！其实安排的顺的话，大部分有很多都可以很简单的结束。飞弹也太夸张了，对啊，就是作弊的武器啊！哼，没有啦，就是很强没错啦。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要被nerf的东西。但敌人也会用，所以当你遇到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恶心这样。哎，就互相恶心去这样。他说：“我们这个城镇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了，然后但是我们有一瓶酒可以当做 game 的礼物这样。”对啊，飞弹大战。再剩一点点了，那这个是五级的吧？加速好了，我在猜，等一下应该有可能会遇到巡逻队，然后就结束了。跟我想的完全一样，那巡逻队太多了，不像是一个，不太夸张了，就多了。应该要再少一点，不然其实光打巡逻队就可以把那个所谓的占领值给消耗完了。就是他做了很多村庄的点，但是他的巡逻队多到可以把那个什么他的占领值直接消耗完，导致很多事件都不会被触发。我觉得那个比例可能那个还要再调整，因为他们也没有导弹机，好，他们没有导弹机，那怎么这一次的战斗都在这个暗迷蒙的时间呢？那晚上作战。哦，变哦，他有一开始有一只就往前冲了。哎呦，他现在冷却速度越来越快了，这已经太猛了。这只是光剑吗？先站在他这个位置，应该可以直接狙击了。先送一发，再射第二发，然后再狙第三发。OK， 完美。然后导弹击打，他距离太远了，跑到这边，
接下来他们会开始往前冲，所以、欸、可以连续发两次、欸。奇怪，他们好像因为是那个装备的配件升级了，竟然可以这样连续发射，跟我之前比起来状况强太多。那有一个会很靠近，折在最后，所以我也可以中途去拦截他，因为目标是他们，所以。不过他这样没有任何防御、欸，他会被打。我看能不能帮他这个挡那个射线哈。哎、欸，还好这边有物资。原本想说我自己去帮他挡那个，我到这往前一点，帮他挡那个敌人的飞弹这样，或是子弹。哦，近战。哦，斜砍，我看看。喂、欸，好中。动了之后再往这边滚动，好吧，执行看看。中，我砍中了。然后，哎、欸，那瞬间少了哪一台啊？刚刚那个坦克爆了一台，然后后面这个很近，他这个在往前。但他已经算过了，这边继续狙击这一个好了，因为对方好像也是一个，他也是站在那个远程攻击的位置嘛，他现在要往这边过来，所以他应该会被导弹打中，但是因为那个位置蛮危险的，所以我要往后退，哦。这一只也往后退，基本上他发第一发之后，应该就要就应该很快就会倒了。诶、欸，然后我这一只近战的去打坦克好了，大概在这个位置吧，走到一点点，然后直接近战。黑，嗯，黑砍的是在这，但他那他这样就撞到了哦，我觉得有点太近了，所以我直接再短一点，这样到底有没有砍中啊？他这样是看起来有砍中，但是我往这走，然后先绕过去，因为我怕后面那只没死。哦，坦克没有砍死，哎有了，驾驶员死亡了，狙击管没有打中后面那一个，所以剩后面那一台了，大家正面的对决了，我看看。这个距离大概就是这边，然后就可以冲了吧？不行，在这边近距跟他硬扛，哦，冲啊 ！OK， 应该这样就好了吧？然后再退回来试看看，冲了，呵啊，打，哎，没死。那一刀竟然没砍死我，后退是因为我需要助跑，然后再反砍，哇！再回来，再砍一次，哇！哎、欸，哇！砍，再砍，然后再回来，因为他的攻击没有叫做原地攻击，而叫做跳跃攻击，这样其实很奇怪。是啊，再砍，他果然还没倒，再砍一次，哦，他还活着，这超奇怪的，还没倒哎、欸，哦，他准备跑了，再砍一次，哇，这个哦可以砍到，然后再走到这，那个武器的可能不够力吧，哦，再来回。播放，啊！
就是有砍中了吧？再砍。砍了好几轮欸，超多刀的，人家都没刀，真的很扯。还有六级的护腿手枪，我没有那种手枪了，我可以把它去拆掉吧。嗯，然后很多东西都不能拿，耶，这是都只能丢掉了。他说你已经收复了这个东西，然后哦，你现在可以享乐了。如果你享乐的话，驾驶员会回复70%。他们的，但是这个过程你都不能动，因为就是上次那个游行嘛，是我上次游行还会被偷打的。这个是我看一下有什么可以升级的。高阶组装，这是什么？扩充民用资源多哦。他说你可以很多个建造，高阶组装哦。他好像可以做这个罕见的装备哦，就是因为我现在只能做白色，所以这个就可以把它做成绿色了。啊，接下来就是刚有拿到一些装备，可以改一下。狙击步枪还没有办法是好的，但这个性能，哇，这个好差哦。换下一个，因为它这个有些装备它自带还蛮多那种特别的能力，还蛮不错的。这个散热完全不行，但是。可以靠别的散热去改善，有点像是这个组件散热很差，但你可以减少，但另外一个组件的散热很强，然后就一正一反，这样就会平衡。然后下一台，我看有没有比较好的腿。装备是很多啦，但是该怎么讲，就是再挑一个比较好的而已。打击，哦，就这样吧。然后这一支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好改的，近战好像也没有。啊，就这样，接下来就等时间，因为他现在有5个小时不能动，就继续等5个小时，然后等一下还要去补给点，有了，因为首都打完就算是结束了，可以提早就是胜利的，所以。那是什么东西？他说有个闹鬼的省份，然后去调查。他说：“听说你基地有一名战俘哦，因为我之前有抓一个俘虏。他说你可以把这个俘虏简易交给国军部队，然后你就可以获得声望值。那声望是指，那有所谓的希望值哦，看一下哦。”哦，他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坚持多久？就是当地的，他就是他有个争夺战啊，有希望值越高，他那个争夺战的速度就会扣越慢，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支援这样。然后哦，他这个国军的声望是指说他们可能会派这个中立，就是绿色的中，就是友军啊，他们可能会在过程中来帮助这样。幽灵地点在哪里啊？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啊，那我去看看哦。但是我在那个补给中，
哦，去看看那个是不是特殊组件，还是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东西啊？他说有他们抢了我的农场哦。你可以，我懒得帮他打了，我直接跟他给他物资好了，他获得希望值。这是什么？他说。他说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哦，其他这个其他人说这边有点阴森，他说那既然都来了，一定要看一下。这样，如果要是你婉拒的话，他就会受伤。为什么？看鬼，结果士气大增。但是如果你拒绝的话，反而会受伤。这到底是怎样的状况？驱邪。然后听说，他说好像有什么东西吧，然后你可以调查灵异现象。结果靠近的时候发现一只猫，这你可以添加猫。等一下，他说获得一只猫，欸，那猫在哪里啊？猫在哪里？但是有点不太懂哎，但是它比较像是一个那个事件的判断吧，就是可能他在这个里面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就是应该是没有吧，这边我也没看到一只猫吧，那有点像是事件的判断啊，像我前面选择获得一个俘虏，所以我在下一个事件就会有一个用俘虏去换那个声望，有点像是一种就是事件的判断，所以我可能获得猫之后后面可能会有什么吧。然后我想说他是不是有坐在某一些地方，看起来是没有。好啦，就直接往首都前进吧，首都是这边，所以我以我现在的状况我往右边推好。他那个夺回物资哦，这个，欸，我觉得物资就这个，哦，不是吧？我记得，欸，真的是这个，好吧，命中注定一定要来这，这样。不过这个还蛮远的，如果你一开始够强，你也可以开始就冲首都。虽然它的首都说明说你好像先把这个其他周围的地区这样，先要收复吧。欸，直接争夺好了，不要浪费时间。不是，为什么光剑不能打那个？那明明也是那个武器啊，但是竟然不能打建筑物，这个太扯了吧！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不能打。啊，那就变成要把他的巡逻队都干掉啊，这样我打他的建筑物才会是有效的啊，就是打城镇的时候才有用啊。但是我实在很不想要一直打那个巡逻的，因为巡逻的真的太多只了，打到都在打巡逻。可是如果不打巡逻打掉，他这个城镇战他就会有那个援军嘛。耶，哦，那这个也有援军哦。他说另外一个很快就会增援了。六回合，欸，距离太远，导弹打不中。嗯，我真的觉得导弹让我觉得这游戏的体验真的变得。瞬间变得差，虽然我用得很爽，但是我遇到的时候也很不爽。
就是他把那个整个的那个打起来的感觉就破坏掉了。我觉得他是一个需要被并掉的武器才对，就是他可以不然就是要nerf吧，就是要么nerf要么你就把他并掉吧，不然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太破坏那个整个的玩起来的感觉啊。虽然用方跟被打方都我好跟坏都有的。然后接下来这个哦，他那个范围比较大。这个的话，这样好了，跳。哦，移动，这样吧。啊，撞到了。字卡，就是他只要撞到就会那个。他就会停下他原本的那个行为。然后看一下这一只的话，这次的话我直接用近距跟他打好了，这样比较快一点。哇，这个机器人走路还要这样子，明明一小段但是要绕了这么远。我砍那应该是砍不死吧，然后再跳，再走，然后我再跳，欸，它是往前嘛，所以我可以直接，欸，这個，这个好像有点太早了，还要再一小段。然后再就是往后退一点，这样不能退的。哎，这一只啊，这只看错了，是砍完了，但是对啊，完全没事哎，到底是我的。是我的武器太弱，还是他的装甲太强？为什么我打到后面之后，发现我的那个导弹效果现在就是明显的减弱很多，没有像那个，所以应该是因为他穿那个比较好的护甲吧？那就是他真的把他打掉了，那个防御啊。或者是被那个地形给遮掉了，那刚好飞弹撞在一些比较尴尬的位置上。这只竟然还没打死哎，欸，所以往后再砍一次，再往这边，好，那连砍两次好了。所以现在是剩这个驾驶员已死亡了，是，因为驾驶员都被那个打掉了。啊，这边选吧。欸，超过了，因为他这个装备虽然看起来很多，但是。
但是如果你每次都给你看这么多，就会觉得好像在看垃圾一样，因为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是宝物这样。哦，打这个吧，军营。因为他的那个装甲是抛弃式吧，就是如果坏掉就得换一个，但如果他是那种不会损坏的哈，然后掉一那种像是掉一件那种，要还是有援军哦、喔，哦天哪，不过这个比较小的，所以还好，三个，那应该可以不用急着摧毁。就是它如果是那种可以修复的零件啊，然后以这种方式再搭配那个有那个导弹机，然后再搭配那种就是特殊，我就拿到就真的只拿一件的那一种设计啊，觉得可能还比较好、欸，因为有时候看久之后觉得那一群很多都看得到吃不到，因为你它可以那么多选择，但是。但是因为你那个扣打有限嘛，然后我每次看完的结论就啊，反正我能选的就这么多了，那你给我再多也是没有用啊，类似像这样的感觉，就有点对于那种拾取强迫症的，我觉得就是想要什么都拿的那种来说，这样的设计其实还蛮机车的。就是可恶，拿不到这样。哦，等他靠近的时候，所以还要再等个，哦，太长了。然后防御攻击。我想要让我这个看能不能节奏选快一点，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战术上，然后尽量这个下这个可以一次到位嘛，不然这边按来按去取消取那个还蛮拖台前。嗯，看，然后就这样吧。现在是那个散弹。空打砍歪了，没算好哦，这样砍歪了就再砍一次吧。那这个好像没有砍到，欸，他到底是他现在是在他在往这边移动，所以我的话我直接往这边砍就好了，那个位置会重叠到。不对，我应该往后一点。那因为他，欸，不对，他现在正在发射，所以我应该要拦截他。欸，他竟然还往后走，所以我会砍中他，然后再这边。我应该继续往前吧。然后到这个位置，然后防住这个，然后再往前冲，然后跳斩，大概再动一小格就好了。直接攻击啊，不行，他那个位置真的太远了。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要打中有点难，不过应该也是有机会的。然后先发射导弹，他是不是已经动了？看他中了好几发，等他，怕他砍不死，所以我要在这个阶段再补这边，然后。这个的话用狙击打这一只太近了，那我干脆自己前进
用那个近距打他。哦，然后再走到大概这个位置吧，然后在这边狙击这一只。好了，动看看吧。哎，竟然没砍中，怎么？这边这样歪了，那个刻真的不好看。但现在剩刚好就这个，如果我刚刚有砍中的话，就不会这么的高刚啊。竟然砍歪了，哦，那他用这个狙击打这个一发好了。然后这一招赶快撤退吧。呜呜呜！现在这样连射太痛了。工作坊，他都一直掉这种，但是，好啦，选吧。那这个太多了，所以现在只能把它回收。喝啤酒，那个酒也可以留着。然后，因为我现在等它那个回复嘛，哦。先把那个巡逻队打掉，这好像打不完欸，这个巡逻队他一直派吧，就是你只要过一段时间他就一直有巡逻队。然后都固定三只，三到四只吧。二级都被阻挡，又被阻挡，让我跳在这。然后攻击理想射程，再攻击然后先冲到大概这个位置吧。站在原地直接开射哈，这样比较快一点。然后这一只先移动到这边好了，我怕等一下他那个飞弹发射的时候会打到自己人。啊，他都被那个，他这边刚好有个38，那个做那个遮蔽了，刚刚好。完全被他那个三的位置斜角就到了，然后这边都挡住了，让我等他来好了。先往这边走，然后近战，这样还不够近。砍，我是觉得好像会歪掉，那到底有没有啊？应该是有吧。如果没有的话，我只能来这了。然后坦克 B。砍，有这样有砍中，但是他应该不会死，所以走这个这边，然后走这，
那好像太近了，所以我应该再往后跑，然后再砍。啊，算了，再看看好了。让我砍中。哎，结束了吧？对啊，我有砍中啊，就是有砍中就很快了，没砍中就麻烦了。算了，直接把它回收好了，换点数。好像是你把它接收回来再拆掉，比你在这边拆掉来的划算。就是你把它回收回来，因为是完整的，它这个原本好像是算是一个完整性高的东西。又有援军了，而且一次还有因为一二，那是维修部队哦。太多部队在外面跑了。如果你有玩过这个奇坎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大部队，如果他外面也，就是他的那个，你玩过奇坎的大地图，你如果发现那个城镇外面一堆那个他的那个盟友在那边动来动去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就会就是打不完这样，因为他你把他打走之后，他再去某一个点休息一下，那其他友军也会那个也会一直就是一直来干扰你这样，所以你最后就被那个消耗战给搞死。但是因为他这个又是那个强点制，所以你基本上你只要把他那个就是点数字，你只要把友军打掉，就那个又可以结束，所以我就变成最后他那个城镇事件，我根本就没有玩到多少啊。敢猜？对啊，奇坎都是这样啊，他就是比那个武力值啊，就是你过去他要绕跑，但是但他集结一大坨的时候又回来打你，可是就会变成在那边来来回回。所以这个状况就会让人家超烦的。那个也差不多是这样，不过他这个，因为我还是重点是觉得他那个据点战将有色的话，就不用那么多这个小资的吧。多一堆小字的打起来也是算是很简单，如果是我的话，以过关的选择来说，打野外这种既快又简单又轻松的话，其实打这个是最好的选择。是哦，干扰器哦，科技要点出来，我好像都点在那个另外一个上面，都点在那个组装上吧。组装像是那个可以什么建立高级零件那个上面这样。嗯，这个好像有点歪了，直接如果这样看，这样像是砍歪了。对啊，就是一直是这样啊，所以如果不喜欢不习惯这种感觉的话，就会觉得这个一开始还好，但是一直重复剪也是会很烦的。尤其如果他的战役又是那种蟑螂海战术的话，那就会更烦了。其实如果你每次打是一个重要的战役的话，我会觉得好，那辛苦的剪一轮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如果是这种一直有蟑螂海的战术的话，这个就很麻烦，就会觉得有点烦了。
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然后一堆小强，一直重生这样子的感觉。哦，强战术，所以我是蛮讨厌他这个野外的太多真元，在那边乱跑。不然就是他有一个脚本吧，比较快的方式。我觉得如果要减轻这个负担，要有脚本，就是比如说我今天预设好我要攻击两次，然后因为他这个最基本一定是有些是两次不过热的设定，然后你帮我去决定好选谁，就是有点像我就不用按两次，我就把那个格子就是复制贴上这样类似，这可以减少那种就是在使用上的麻烦。因为远距不需要太复杂的操作，它只要攻击就好，那也是这种比较便捷性的，我觉得它应该可以帮助一些游戏体验更加便利这样。不然如果你每次都要一个一个剪的话，有些是蛮重复的过程，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手段可以帮忙啊。这边要躲掉了，为什么他那边会被打下来？是他那个距离太远了，现在就剩他了吧？他说那个阻挡射程，他又跑回来。因为像我这种飞弹兵，其实不需要太思考的话，就是。然后顾冷却嘛，那、啊、这个的话就是，如果我可以没有复制上移动的话，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有一个选项啊，哦，然后这个已经昏倒了，你就先这样好了。到底倒了没？哦，倒了。哦，有个中型手臂可以回收一下。我把那个零件一些升级掉好了，应该说把它拆掉。可能更拆掉一个换一个更好的，中型它散热不好，帮升级一下吧。手臂这是什么？散热输出耐力，哇，它散热减一点点，但这个比较好吧。哦，那我先把一些拆掉了，换那个。拆，像主武器拆一些哈。把那个手枪这种都拆掉好了，无极步枪，然后右手，我选了好几个右手，然后上半身。因为它散热的效果都差不多，我觉得手枪应该是可以连续射四发这种，然后散热就是不会太过热，才能凸显出它的优势嘛。现在那个设计等于就是手枪顶多就是打一个镜，就是被没有武器可以打的时候拿来射，可是没有把那种
手枪的优势发挥出来，觉得类似啊。加速搬移基地的重量，他说那个什么干扰在哪里？我看看。欸，他会不会在后面吧？这个吗？对，太后面了吧，所以是这个哦、喔。而且这还要点两次哦、喔。前面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是烟雾弹吗？哦，需要干扰。嗯，是这个哎、欸，700，然后把它拆一拆，再拆。再拆。再500。右手再拆。哦，有了讯号干扰，这知道怎么用啊？是，它是要建造吧？换这个吧，对啊，这个要200，这光做一个就要200，然后好不容易凑一下才200，我这不真是有够靠机车的。是啊，他是拆了那老半天才几件，然后回收也没多少，但是你做一个那个干扰器却难做的要命，真的是圈圈叉叉的。那我现在做出来，然后还要花时间，这个吧，消耗品，重点是丢了就没了。我觉得它的设计有点中规中矩、欸，就是我玩起来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规划是，我预设，我只是大概猜测，就是我今天有做7种武器，那我这7种武器的散热，就是比如说70值是，比如说假设都是10，那大家都一样，然后只做一个可能有些武器的加一点或扣一点，可是并没有把想到它的那个特色，就是比如说手枪它比较不会那个过热，类似这样的感觉啦。我只是大概觉得像是这样，然后他说那你就靠晶片的那个调整去改善，可是那这样就等于整体都会改变了，就是类似没有把一些武器的那种细部在认出来，它是好像是细部到别的地方吧，我觉得就是一些参数上，但是我觉得那些就是必须要玩的很精通吧，没有那种就是简易版的那种，一开始就是很就是我们像一学一个大招就好像很厉害这样，它比较走那个要叠加好几个这个。那是 bug 的吗？为什么他的图像都不见了？就是他没有那种就是一用就会觉得说哦这就是散弹的双杆这样，就是小枪的优势类似啊。一开始还有，但是因为可能装甲大家都起来之后啊，变成那个感觉就有点模糊化、啊。就是也、欸、还有 bug 欸，他的那个图像真的不见了，不知道是因为怎样的操作导致。
然后我一定先把那个、啊、打掉了，不用想了、啊，一定是那一台啊，会导弹机一定要优先处理。那这个是在这嘛，所以他就他如果有预录脚本的话，我觉得还不错用，就是那种比如说前进奔跑冲刺前进奔跑，类似像这样一种，如果有这个的话，我觉得也不错用啊。有这个脚本的话，可以先复制。然后直接硬冲一波，那跟他正面的对决，对，这样子，嗯，对手这边扛不中，那高低差的问题，所以，嗯，一开始先往左跑。不然他砍这边不行，他如果过去，他等一下会被打成那个蜂窝。那这样的呈现我真的看不太懂，到底是有还是不会中？我现在是用感觉，我大概是一半跟三分之二的时候要跟他接触吧，我是用这个方式来判断到底会不会砍中这样。但是在细部的话就比较不懂。是用这种比较用看起来好像可以这样砍中的方式，就是它的近战的呈现太过深奥，就是不太适用那种新手，就是大家第就是可以用看就看懂，就是实在很奇怪的判断这样。而且因为它这个还有身高的问题，我在猜它可能是因为有那个高度的问题，所以他实在也不知道，那所以他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吧，就是对，应该说他也可能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可能他觉得这样比较好之类的，但我还是蛮问号的。这个那个感觉是用之前测了好几次测出来说，好像这样才砍得中的设计这样。哦，去吧。这边受阻挡，所以啊，这样吧，我很随性的。哇，砍中！得把他撞烂，哇，是啊，都打歪了，只剩他了。哦，这个直接狙击吧，然后导弹，我觉得他再一发应该就可以搞定他，不然就一个那个拦截一下他，因为他会到这，我刚好在这，所以我可以在那边等他，哦。哇，他又撤退，所以我应该先这边。欸，不对，我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呜呼，冲啊！啊，就这样吧。哇，不是啊！那结果我冲过去也被打。大概是这个感觉吧，二分之一半，二分之一跟二分之三的时候的那个间距吧，然后再用感觉说我砍得中，这样就可以打中了。唉，但是这个实在太靠赛了，因为我记得好像也曾经这个就是空大了好几轮。欸，打不完，拿的巡逻队太多了。我光放在这，还有所谓的维修车队。啊，这个要再打一次。我那个干扰器到底做完？
看一下，哎、欸，是不是已经我有做吗？那我要怎么使用它？是先靠近吗？哦，我怎么使用那个干扰装置？是在这个时候吗？好像也不是哎、欸。他没有要我用哎、欸，那我到底要怎么用啊？好像是可以用的时候他会他在那个攻击的时候会告我要选，可是他刚刚没有给我选，然后这一场反而变成是要保护了，待好了是保护，因为刚刚是同一场是这个啊，但是怎么会变成是这个？所以他的城镇事件会不一样哦。我打的应该是同一个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有援军跟没援军的攻击就差别在这吧，就是有援军的话就是撑到援军来，所以就会转变那个攻击模式，就是类似像这样。然后如果他今天是没有援军，他会变成是另外一种的，可能会变成是另外一种形式去呈现吧。而且其实最奇怪的是，他平民在这，我要怎么？我根本不用保护他们吧，因为他们只会来打我。嗯，其实只想来 save 我而已。然后再走一步。开一场就被敌人轰掉一个，那真的太夸张了。哇，这个应该下一回才会砍中，所以这个导弹机应该是没办法把它打死，所以我要先、欸、先到这。诶、欸、我这个位置其实好像也可以吧，理想射线用这样。哦，这边就可以开局了哦，但这边就会被挡住，所以先等待。然后再走到这边。走到这边好了。啊，他还是会被挡住哎、欸，还是我用冲刺的，冲刺到这个位置，但其实也不用，我走过来就好。也是说会被受阻、啊、因为那个哦，所以是那座山的关系哦。那个先不要射他好了，我这边移动到这边，好、啊。没有射中，我砍，中一个，然后，他好像还没倒，嗯，他没有倒的情况下再往后退，哎，他要撤了，这样，哎，他往左边移动，但是。他往左边移动，那我应该往这边移动，然后比较好的，这边，这边超乱的，一堆坦克在那个移动，哦，过来，哦，应该是有砍中。然后这一台狙击有，然后再狙击，然后它会慢慢的接近嘛，所以这边再发射一发，哦，
这边完全过了，这边往后稍微退一下、喔。然后这一个打这个，好，执行。左边驾驶员死亡，所以那个不用担心了。然后机甲剩这一台嘛，然后这边还是没砍中哦、喔。他好像是有砍中啦，大概吧。然后这一台会往后退，所以我要追过去。他移动速度怎么那么慢？这样用过热的方式移动好像有点危险。就躲进来好了，然后躲过来之后再反砍这边，哇，嗯，好像有点走太长了，大概在这个位置吧。哦，这样子，哇，哟，这样就砍中了，然后再退回来。然后这一台的话，这边应该是狙不到吧？可以耶，但是。有点太近了，不管了，道居不误，这个会过热，所以先不要。然后往后面走，攻击，在这边再攻击。哦，反正这一台这一只完全没人理他，所以他就可以再攻击，原地攻击，然后导弹射这个。哦，开始。嗯，好像要这样比较好。欸、有些都黑掉，感觉应该快炸了，怎么还没？我觉得他有些翻译蛮奇怪的，被摧毁的驾驶员，所以他到底这个意思是无人机吗？有点真的是，就是对有些名词处于问号，感觉应该是已经嗝屁了。哦，这样的话，这一台射这个好了，然后他攻击这个被击倒驾驶员应该是没了。所以正确来说是剩哦，因为他那个会自己回复，想起来了，那个虽然说是被击倒，对啊，他会再自己活下来。因为他到底剩哪一台我没打，算了，先跳过来。欸，我不用跳过来吧，我应该先砍他。你觉得名词的问题，感觉还可以更好的翻译这样子，都不，因为它有太多专有词的那个名称太过于功能相似，实在是有点不太直觉。我自己用起来的感觉是这样，就是可以再有更白话一点的翻译这样。比如说，那就是无法行动一回合，而且这样我还看得比较直接，那我还知道哦，不能动，类似像这样，可能还比较直觉啦。太多名词反而觉得有点，再来是问号，理想射程。这边管还是被挡住了，所以他打不到。啊、算了，先这样好了。啊！我砍爆一台了。哦，这台就交给我对决了。先直接正面对决。啊！冲了，再前进一步。这样，哦，啊，不行，距离太远了。啊，
这边的话不好，别这样。然后可以我砍，哇！哦，这样，然后再后退，然后开始。闪！我跳，哇！这是超烂的，这样砍不死。竟然砍不死。我还是用远距支援好了，因为他要撤退了，那这样一开始直接轰炸好了，所以他这边一开始他就往后退了，我也不能砍了，那不如干脆躲进来好了，然后再过来这边，导弹来了。那现在，导弹嘛，他现在要准备再跑回去嘛，所以我要比他还要更快，不行，我要。我要直接用跳的到啊，这边跳不过去，这个太狭窄了，所以没办法。那就是先跳过来到这边，然后等一下转角遇到爱，哇，应该是可以啊，然后。导弹发射，再发射，啊，这样吧。啊，中了齁，结果他怎么还没倒？我都把他整个拆光了，竟然还没死。这很夸张，都已经把它打成这样了，竟然还没死。再等到这个阶段吧，然后再砍，应该可以了吧？我就不信他也不死。驾驶员被摧毁了。啊，完了！等下又动起来了，他下半身坏了，就不信砍不中哇！真的砍不中了，因为他一开始就跑了。太扯了。竟然被射爆了。管他了，就这一只狼快倒了，他的盾跟那个什么都坏了，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那个我几乎都是把他砍到全身坏光，我才可能会就是胜利这样，这是。真的实在太悲剧了。那有一个狙击枪呢？哇！你们看这个，很多都看得到，吃不到，真的是很愤怒，令人非常的那个愤怒。胜利了，希望值增加。然后因为刚刚有一台那个，就是我的近战被打到那个盾牌，下半身都瘫痪，那就帮他换一个
男装，然后还可以帮他画一个，他刚刚不是有光剑吗？没有光剑，但是我有那个，对啊，被打坏就没了，就是你只要坏掉就全没了。所以就是尽量不要坏掉，这样。这倒有没有比较好啊？那个伤害，应该是有啦。好了，换这个吧。激战佣兵，中文叫什么？或是英文？英文叫什么了？不是中文叫什么？我要稍微搜索一下，我才会想起啊。是指定的吗？还是他真的中文就叫这个？那现在我要先等一下吧。中文就叫激战佣兵哦，对啊。是即将推出的那一个吗？因为我指定搜索只有一个，这个这是六哦，应该是没有吧？那这个是一个机器人的吧？就是它不是，它是一个 3D 游戏吧？印象中我比较少碰这个。这种系列的，这应该是没玩过，理论上应该是大概。哇，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巡逻队，我就光要防守就差不多了。他靠近他要给我绕跑，有种来打！我刚应该是啊，没有，我刚是打这个基地，不是这个吧？我刚可能是打这个，不是那个，那是不同的。哦，会啊。那我看到了，他有一个阻止他的那个用那个什么，刚刚在战斗的时候有个选择，被人推荐哦。你可以试着玩看看哦，然后。然后觉得还不错的话，有了他那个道具在进场的时候有显示啊，那怎么那么多人呢、啊？哦，又要开打了。也是他的那个、喔，那你是不要玩比较好。如果是那个人出的话，因为你只会感受到满满的恶意。满满的恶意。跟魂不一样，但是制作通常开发组都会那个这个那个叫制作人都会有那个一贯的那种恶意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他的这个良好的作风，到时候玩的可能会感受到吧。嗯，哦，它是这一个吗？哦，往前跳，再走，再跳，开始。像那个盾牌，好像挡到了。
所以没办法有效的把他狙死，因为他的护甲我把他他冲到这么前面，然后坦克有一台靠近了，坦克，我是不是打到那个被击倒那一个？像是被击倒是这个吗？好像不然网点错了，为什么啊？应该有点对了。任务自由器哦，你就其实不然就等那个，到时候出就知道了，因为通常第一天就会知道好与不好了。然后这个，然后从这边拦截，然后我觉得他会倒，所以我要等的是先等待个大概这样子，要砍，如果砍中啊，然后往这边奔跑去吧。他因为他前面的那个战车把他挡住了，所以导致他没办法前进，什么鸟状况啊？哇哩嘞！我现在就整个这边大赛车了。我跳到旁边去好了，然后绕过去，然后我直接去砍后面那一个。他等一下会移到这。其实还没出之前的推荐，我觉得都是参考就好吧，因为我觉得那个就像有一个名字叫什么陨落的，就到最后出来还不是真的陨落了，就是类似这样的感觉啊。事前的那种宣传都是只能参考。然后先走到这，之前那个叫什么陨什么什么陨落的。的游戏，结果就最后还不是陨落了。那他的全名叫什么啊？阿宾的陨落。一开始前面感觉好像都不错啊，就出来就是跟那个，就还不是炸了，就是类似像这样，所以都还是等正式版才会知道这样。等他正式出吧。因为前面的吹捧有些是我记得好几款都是这样啊，被吹捧起来之后，但实际上玩大家玩了之后就才发现说它跟那个感觉真的落差太大了，所以就先记在心中就好，加个观察，然后等那个，因为有些那个真的太骗人了。我看这个巨羊有点太远了，它可能会空大，不过还是有些，因为有些真的是用宣传在骗人的，就是它的内容其实有些是很空洞，但是他用那种包装的方式去让他看起来好像很棒这样，那影片都在骗人的啊，一定有好几，我忘了不知道哪几个游戏曾经看的那个宣传超好的，结果都炸裂，就是他一直把核心的东西避开这样。2077哦，还好吧。讲到2077，我要再讲一次，这个实在太厉害的一款。那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深重 bug 的游戏，这样。大概是一次讲2077永远都无法忘记的一款这么厉害的游戏，这样。永远无法知道到底是不是深重 bug 还是到底是怎样。来吧，去吧，我跳过去，再砍，冲啊！怎么说？
后面那个没死，倒是前哎、欸、都没死啊，身上怀了。就是他有一幕是我忘记那个不知道在干嘛的，然后就是他会先进黑画面，但是因为那个有点像是在一个有点夜，就是一个夜店环境的地方，所以然后他会有那个对话，但是对话又让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为了营造出那个感觉，就是是不是在营造说那个在看不到的环境所展现出来，但那是 bug， 因为它其实应该有画面这样，就是一个，然后我也不知道该不该中断，因为那游戏一中断整个都要重跑，这样，就是最厉害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 bug， 这超好笑的。然后等我把它看完，我还觉得好像理所当然这样。哦，我到底要看哪一个啊？哦，算了，不知道哪一个。支线。哦。欸，这还没倒哦。近战大师。因为只有用近战砍的，就变成近战大师。哇！哦，再看一次。哇！是啊。还没超夸张的，他竟然还，他是全身都哦，他弹射了，我砍超多下的。七级的手臂哦，哎，随便选吧。近战很难用啊，对啊，弹射出来是驾驶员，是啊，还有弹射那个近战其实好用，是好用在如果他砍得很准的话，他可以直接砍那个驾驶员，直接一发就把无视护甲，就直接把那个驾驶员砍死这样子，那护甲都还没爆，我曾经直接硬砍就把那个驾驶员直接砍死，机甲都没坏这样。那就那个驾驶员直接被砍爆，然后我就赢了，就是在这个单挑中我就直接把他打赢，但是这个真的实在太难砍了，打一个领地花了就要打这么的大烈，真的是哇，他速度好快哦。直接死去。嗯，我想一下哦。啊，我决定了，应该是武器太烂吧。那集中火力，一直一直来打好了。就是把大家的火力集中在一只上面哈，不然那种分摊攻击效益太低了。就是。一回合打一只，我们集中火力打两个人，先把坦克打掉。就是我的近战被塞在后排，真的是也很机车。那我他现在前进都会撞到自己人，因为这个医生真的塞太庞大了。啊，这样吧，去吧，因为伤害不够，有可能他的装甲太强，也有可能。反正至少我先干掉一台车子了，然后，欸，哪一台才是倒的？哦，这一台活着，然后这一台活着。嗯，他现在要靠近，所以我先往后，直接往后跳。
他往后跳那个视线就受阻。好，这样好了，直接先狙后面的，过热狙也不行。嗯，会撞到他哎、欸，这个地形也太靠北了。哦，导弹射击，然后往后退，然后再退，再攻击，然后防御，然后这一只往后退，打这一只，然后这一只。我想想哦，如果他现在前进也会被打，可是走旁边也会被打，到底哪一边比较好呢？嗯，走这啊，不管了，走这好了，跟他硬打，反正也不一定打死他嘛。哦。我看，看，举盾走，他在那个应该不用举盾吧，在那个建筑物的底下应该不用吧，猜，然后他如果在这里会被打、欸，那到底是要下去还是前进啊？这个。哪边都不是啊，不然就是先往下，然后跳上来，但跳上来又过热，所以我得再等。理想射程，好了，这样试看看吧。哎，没砍死，果然。近战到底是我的武器太烂，还是没砍中啊？因为之前都还砍得蛮顺的，那现在要砍他，真的是没有那时候的那种强劲感了，就是变得有点看起来是武力这个那个武器有点不太足。嗯，哦，先撤好了。然后，我是怀疑是不是我武器太弱了，不然应该照理说应该要直接把它砍烂才对啊。直接冲过去，我去砍他，然后跳过去，哦，这个可以砍到，哎，不行，他走掉了，所以那个距离还要再更远，这样，哎，这应该会砍中，理论上没意外的话，然后砍中的话来这边。然后这只的话，我要硬砍。啊，这只是那一只哦，所以我要拦截坦克哦。坦克是这个位置。这个歪了。那坦克移动，为什么他们的移动速度会可以这么的快啊？真的很难追、欸，那不要追他好了，直接往这边，就往这边跳好了，然后往这，
再往前一点点。韩，哦，躲在这。好了，就这样吧。啊！没砍中吗？啊！结果我自己人吃炮火，有了，他砍中了，应该是有砍中了。现在到底是这一台？这一台只是暂停一回合，但他下一回就要弹射了。那弹射我就可以不用理他。然后这个应该是也被砍中了，所以他晕了。然后。天哪，这怎么回事？我看一下啊。对啊，他这个等一下弹射，我现在没空理他，因为他会被飞弹给打烂，所以我要再回砍。这个好像是没砍中了，因为他判定好像没有，但是你看，应该是有砍了。然后往这边走，然后再回狙他。他还有援军哦，啊，超好赛，所以我还要打快一点呢。打太慢的话，点援军就来了。这样子，然后这边他停了，所以想一下哦，走过来，然后再回砍，嘿，歪了，这边，嘿。然后再停在这边，哦，就这样，开始，哇，没砍中啊，真的是歪，那怎么驾驶员圣灵地，然后再把它补掉，啊，剩对啊，剩他啦，所以，他这一台是被打到。他的驾驶员明明还有血量，但他却说死亡的是驾驶员，这也是蛮微妙的哦。然后，对，我要再跳，然后这边是走不到。这个画质先移动，然后他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他要来射我，对，哦，他一开始这个位置我看一下哦，然后再往这边走，导弹发射。现在距离太远，他导弹射不到，所以我还要再往前。哦，这样吧。那我怎么会先移动在那个？我现在援军是又快来了，这一回合了，完了，怎么那么多援军啊？我的天哪！这个应该是空大了，所以我要过热斩，就是一直跳一直斩，最高境界，呵啊，我斩，然后再往后走，再用这个先这样，要在这一回内把它斩掉，所以。但有点太冒险，我是真的觉得这游戏的近战真的太奇葩了。为什么一定要跳斩而不是原地砍？真的是到白痴了，意思了。所以我每次都要花那个时间在那边调那个。哦，现在过热都要把它打掉。距离还不够远呢，如果我再跳了，跳，
结果距离越远，反而无法打中。这样啊，我要过热印把它打掉，连狙。直接发射，我要追着他发射。追他，开始。啊！不要吃到子弹，有了。幸好在敌人来之前把他干掉了。手枪、机关枪，然后还有腿资源、驱动零件，那个是那个散弹枪。啊，能选就选吧。还有13，到底还剩多少？刚好这个被打了，赶快赶过去支援。那时候有个驾驶员说发现没有东西哦，结果是一个逃兵哦，把他带上基地嘛。这是敌人的那个俘虏。没有战场。国军有被打。哦。我觉得他的那个虽然说是有什么国军一起战斗，那其实也只是偶尔才有那个一两个中立部队吧，这个完全没有感受到盟友的感觉。只有这种像是他在交火，他是那个都一台这样。一开始就这么贱哦，这个也太刺激了吧。那我就在等他吧，然后他冲过来的时候给他正面的一击。日才哇刷，应该是有砍中吧，像歪掉了。像也歪了，我的天哪，我应该要预知未来，所以应该砍这吧。那好像是他的判断还有一个基准是你一定要在这个斩的时候要刚好让亮出来，但那个亮也不一定会砍中，应该是有中吧，反正是蛮迷样的设计这样。我来看他们谁有那个，左边有一台有那个弹，所以他距离太远了，那我先打车子好了。车子，然后这个距离比较远打他。欸，又打了一整天，我才打了一个领地，半个领地哦。天哪，那我还是赶快冲首都好了。真的是，不然这样就打到民国几年了，还能收复这里的失土呢？那其实还是可以过热打吧，我试看看好了。虽然风险大，但是因为我一直避免过热，但是我这次打算连开三枪看看。日式吧，没中哎、欸，哦，我连开三枪，结果真的是抓羊。真的是堪称超级抓羊，就是等于没有用啊。好像是真的是武器太烂了，没有配到理想中的那种装备吧。我觉得打起来没有像那个第一区那样好就是简单的。啊，先专心。先哇，
专心打一只哦，不然这样真的是什么都没打掉，反而一直被各种的集火这样。他一开始在这，所以他在我的周围移动，所以我应该是来这边再斩过去，斩斩完之后来这边。然后这个 也被攻击了嘛，所以往后那、这样吧，哟、砍中了，有砍中一台哦，怎么了？他说我们失去一台机甲，他说不要再失去另外一台。那现在等一下我会回复吧。这是什么火星？哎、啊，他这个两个这么近，我是不是一次可以砍两只啊？试看看好了。啊，不对，他刚好会经过。你好像可以耶，一次砍两只，虽然看起来是有点微妙。然后再走到这边。然后再砍这一只，哇 ，OK。然后左边的话，有一个在发射导弹的，它终于开始了。诶，因为它那个视角差常常会两个叠在一起，但是你点到的是那个倒地的那一个。他开始发射导弹了，令人讨厌的导弹。果然还是得先打他，不然这个太危险了。哎，我这一台可能等一下会被射大爆哎、他的那个护甲值好低哦。哦，往这边跑，哦，再跑，哦，防御，哦，这样吧，打完了，啊哟，幸好躲起来。他说，我们把他逼到角落，再等一下。我被逼到角落吧，我看的战况跟实际战况像落差有点大，是这个也要弹射，所以可以不用理他。然后这只我直接用近战砍好了，所以二分之一的这个好像歪了。如果真的要砍他，用跳的跳过来之后，然后我看一下哦，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三，应该这个有打中。哦，往后去高地吧。然后这次还哇，这一只现在比较麻烦，这坦克直接硬开进来，然后为了杀我那一只，哎，他完全无视这个，无视其他的那个行动单位。然后他这边要用狙击的方式，所以应该是先躲在要高有点危险，重叠。那我这一只的话，哇，后面还有一只这个哦。这样的话，我先走这好了。哦，哎，它是往左边走、哦，所以我这样追起来，哇，有的追了。再往这，哦，再跳。这个是不是有撞到啊？好吧，开始吧。啊，它。坦克我打到了，
他直接把他击晕了。就是近战的好处是，如果打得准的话，是可以像这个全部都没坏，但是他坏的是那个驾驶舱，有点像是把他敲晕吧。你再看，诶，那为什么这个没有那个判断标志？诶，那连标志都不给我了。哦，对，现在啊，他已经那个了啦，他已经那个结束了，所以难怪没了。又受阻，每次都受阻。就这么刚好，然后这样，哦，然后他现在，他这样子，我应该是要来这吧，然后正面砍他，哇，应该是有砍中，然后往后退一格，哦，发射个导弹，然后就这样吧。我跳过去，哇！那左手被我砍爆了。他说他要通知他们的那个代砍，砍跑，哇！代砍，他在鞭尸那个坦克。结束了，所以这个地区我算是回收了吧，都是这个，这个他那个，我等一下要换一次了，换一次那个装备好了。刚才到底看哪个字啊？哦，这个我也不太确定欸，我也是看那个数字大的。欸，圣衣还没？怎么？啊，我的天哪！啊，这打了那么久了，还圣衣？是，天哪！一，哦，一，先把他那个腿换高好了，护甲都拉高好了，用那个护甲高的。然后他这个应该是看那个下面那个吧，还有那个里，这个上面是弹道吧，范围啊。然后这个是他的间隔啊，下面才是他的伤害啊。然后但是伤害要算他下面的那个子弹数啊，所以你就要再额外去算另外一种的那个，也就是你还要再去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就是看哪一种还是比较适合自己的流派吧。换这个吧。哦，那个声音真的有点打眼哎。这个八发子弹，盾牌，应该把这个升级一下。就挑大概好像比较好一点的吧。这个好像也没有比较好。
这个，我觉得这样子，他那个盾有点浪费。我换那个比较侵略性的打法好了，不然这样子实在是，实在是输出太弱了。他这个前排近战也要拿那个输出的那个弹药，就是那个飞弹。那不用盾了，就赌吧。不然这样子敌人一多，我们这样输出太低的话，打起来真的不太够。我这个打那个巡逻兵应该就可以了，就是打那种像这一种。哦，又是精英巡逻队，不是吧？累。我觉得他比较适合那一种，就是一次打一个，就是精致的战力，而不是这种海量型的。因为我觉得蛮拖垮那个游戏节奏。因为如果你回头一看你的地图还今天只玩了两三个小时，只拿了一个地区的话，你那个心中的那个感觉真的是有点说不出来的难受这样子。因为毕竟那个视觉的呈现是蛮直接的，就是你还有那么一大半整片的红通通，你会觉得是错完，但是它所带来的那个给你的那个冲击啊，是那个呈现上来说是一种比较心累的感觉。但是有可能是因为战术上的使用错误吧，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那种就是一进场就把他秒杀，然后就轻松打赢的方式，这样就是有点更无脑的，就敌人就是很弱这样。如果有办法的话，可以做到的话，可能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到底问题在哪，我的问题到底是为什么会打得这么的辛苦这样。总觉得好像猫到底是武器不够，还是因为我一开始跟那个前面的地区比起来，我觉得后面的地区现在没有那种那么速压的感觉了。光一场战役可能就要打个非常非常久，但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去变强，这问号了。好像射那个导弹了，应该是有射导弹才对，没有这只要往后退，这个也要往后退，会撞到自己的。他一开始会冲过来，所以我先移动到这，但是可以先用副武器进行一次攻击。然后等他靠近的时候，这边我再近距离看。啊，先等待一点点哦。这样有砍中吗？一二三，有，这个有砍中，但是砍中之后还要后退。啊，这样吧，啊，这个还被这个房子挡到了，碰撞会啊，会碰撞哦，就是机体撞到就太急就会撞到了，那个要调啊，因为我之前没调就，是怎样？那好像还没倒呢。这没调的话，我就自己撞一撞，然后还撞到死掉，这样都不知道到底在干嘛了，自己自爆这样。哦，这个先把它砍死吧。
那感觉好像还会动，但是他飞弹掉下来，他应该是死了。我觉得我要赌他不会活下来，所以我应该往边，然后硬砍。那到底有没有砍中啊？哦，他也在移动哦，所以我其实先往边等待着几秒，哦，这样，哟，这有砍中，然后再往回走，但是另外一台车又来，所以我再往这边。但我觉得他蛮危险的，就是没有技能可以原地斩啊，没办法、啊，他就是没有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近战设计很怪啊，为什么不能近战攻击？我一定要这样跳来跳去，就是很奇怪的状况，我一直要用这种就是助跑的攻击这样啊，敌人要来攻击了。这也没办法，只能先这样。我直接跳到这个上面好了。哦，这个还被受阻哦。这边有射中哦，就这样。哎。啊，他前面自己撞自己，害我路线错了。但是有一台过来被我打中了。欸，为什么那一台会不会动啊？哦，那一台被打爆，所以他没有前进。但是另外一台是有如期赴约，所以还是有砍中。实在是非常混乱的状况。那这样子的话，这边的话就变成这个车子要用这个跑弹的方式去打了，因为他现在卡在后排。嗯，我也点不到、啊，是哪一台啊？我点不到后面那一台、欸，所以是这一台吗？应该是那一台吧，然后这个的话，哇，他怎么会跑来这边呢、啊？所以他一开始在这，我在这，所以我一开始往这边跳也来不及了。没关系，我有新的秘密武器。那既然跑走，那我就用这个副武器追踪他就好了。哦，这样。导弹攻击去吧的秘密武器，这个这一台竟然还活着。嗯，那过来，那我直接硬砍就好了。然后然后左边还有一只啊，现在正在看。然后这个他那个装甲蛮厚的，不过我往后退好了。然后这一只往这样，两只好像会撞到，走两边好了，这样比较好。这样吧。去吧！哦，剩一只。诶、欸，哦，剩这一只嘛，他自己会过来，所以我……诶、欸，他也发射导弹了，对不对？啊，创赛，他打谁啊？诶、欸，那的导弹是我丢的，所以……哦，发射。
狙击，然后等他靠近之后，他现在只有他有攻击，他是打我，所以我应该直接跳斩好了。所以好了，跳斩之后往后再斩。哦，会不会我自己被自己人打导弹打爆？他那个某一手爆掉了啊，终于打下来了，然后有光剑，光剑还是只有六级啊，没有整场战斗重播，对，没有，所以大家都想要看都没办法看，这样就是想要回顾一下，就是没办法，你只能看前一次的那一种，就是上一回合，而且他现在上一回合的那个时间也有问题，就是上一回合的重播他的声音会没有，那是算是 bug 吧，那等他把他那个就是修正了，嗯，这个狙击步枪，嗯，没有，这个狙击步枪比较强，因为它的动力枪跟冲击比原本的还高，那把原本的太烂。嗯，就这样吧。哇！我是快连到首都了，多好远哦！我想直接打首都好了，不然我这今天才打，这样真的是太久了吧？好了，算了。其实我后面本来就有点半放弃的状态了，就是有点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变强，之外还有点不知道这个游戏。感觉好像都差不多那样子。嗯，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它地图太大了，然后但是它的一场战斗这种小地图打蛮久的，然后那个很多小怪就是巡逻兵一直来，然后我觉得我花了两三个小时只清了一些小地图之后，我会觉得啊，那我这后面要玩多久？类似像这样的感觉，但是另外一种方式来想，这游戏其实还可以玩蛮久的。可是某种意义来说，是因为我觉得我花两三个小时，但是都打一样的内容，所以我就有点疑惑说，那它的那个新鲜度，就是它的不是新鲜度啊，它的乐趣到底在哪？这是我第一个疑问啊，就是啊，这好像没有变差多少。然后再来就是装备吧。那装备其实蛮复杂的，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以哪个为主，因为它有分等级，但是等级所带的那个强度又不一样。举例来说，看一下哦，就是因为它这个装备是随机值，就是比如说这两件都是五级，但是一个24，一个17，但是。等于它有一个三级的会大于这个，可能会有超过七级，那变成你要一直刷装，可能要刷到顶才有可能，就是可是又不一定会出到自己的，然后所以我在猜，因为我想说我用一个单纯的算法玩法，就是我换那个最高级的装备吧，但是换了这个装备之后，我感觉打同等的也没有比较痛的，就是防御比较弹或比较痛嘛。就是感觉还是不知道是哪里吧，可能是他那个插件有差吧，就是他有一个插件吧，这个好像可以调整啊，你可以换，比如说可以把它换成这种伤害比较高，可能就有差啦，只是蛮复杂的，这个对于那种喜欢调慢慢去
仔细的品尝的玩家，这个可能比较有利吧。如果单纯就只是想有好装备换上去，这样的玩法可能比较不合适这样。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中期就有点失去热情了，就是我看到他的装备只有三个颜色，然后重复的一个地区收复再打，但是事件又没有太特别，然后收集那个素材装备又不能拿很多，就是有很多装备给你选，可是选的好像又没有办法变强，然后也拆的话也没有多少材料，然后没有多少材料升级也没办法升，然后好不容易收集一点点，可是要花一大把时间，就是你要获得200的这种物资，你要打30分钟，可是你做一件想要的装备的话，就是你要花上可能有时候要也将近快要200，所以我觉得那个还浓的浓数还蛮高的，可是它那个变化度就很小，就是差不多在做一样的事情这样。然后战斗的话，就是我觉得它战斗少了一个回放感吧，就是我只能看前一个回合的，但是我没办法看整体的，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我这个努力到底收获的成就感在哪这样。因为你就算看这一回的回放，但那个声音它现在有 bug， 就是声音其实是有点像是那种静音的状态，就是然后没办法有效的整体播放出来，所以其实是你指挥完直接播的那五秒才是有声音的，然后如果你是回看的话，那个声音好像是有问题的，是没办法有效的收录，所以玩初期没多久就觉得好像有点这个闷闷的，然后战斗也不是那么的顺利的话，就连带的觉得好像没那么有兴趣。然后因为它是动态成长，还记得我一开始我有说，那这个在我最初的时候我说这个首都等级是五级，我那时候有说这个是五级，然后我打赢这个地区之后啊，我在看的时候它已经变那个七家了，然后原本后面那张地图我记得是11家嘛，它现在应该变成13家了吧，我在猜哦，变12家了。它是一个动态成长的地图，等于就是你花越多时间或是越打越慢的话，时间越拖越久啊，那个敌人是会动态成长的，所以等于就是你其实提早来打跟后来再打的差别都没有差，它在于说你当下的那个装备配装是不是符合来挑战这个地方的那个是不是适合。然后但因为我中途就有点迷失，说奇怪那装备怎么换都打不赢，那问题到底是出在哪这样。我中期一开始我玩很顺啊，那个什么比如说砍一下他就被我砍爆了，然后飞弹炸两下他就死了，就是越后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飞弹 变成是越打越不痛，然后狙击也没办法直接一枪就直接打到那个让他直接爆，可是我来打电脑的时候他一枪就把我打爆了。所以可是我去回收他的有些强的，我回收他的武器，可是我用起来的感觉又没那么的强，所以我就很纳闷说奇怪到底这个状况是差在哪这样，就有点可能不懂他怎么玩吧，所以打起来就有点贫弱这样。哎，不是，我在玩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包，它是有一个卖点，但是内容没有让我觉得，地图还很大，但是做的事是一样的啊，就是做的事情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就觉得有点不知道在打什么，这是我现在的疑惑啊。打了这个也是做一样的事，这个也是做一样的事，这个也做，就是要浓啊，对啊。我不是那种就是一直喜欢重复弄的玩家啦，所以我觉得玩起来有点无趣无趣的，对我感觉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要弄可以，可是你要有那个连贯性，就是你弄这个是因为你是为了比如说
农事，比如说我今天要农十二个东西，但这个十二个东西是因为当我农完之后，它可以顺利的帮我成长，就是有连贯的，对啊，那成长也很快。但是我农这些地图之后，我会觉得好像也不一定会帮助我成长，这样反而是帮助敌人成长。那我会觉得，哦，我想起来，我以前有玩过一个海战哦，就是有一个开船的游戏。那个游戏就是你的船越强，敌人更强，然后你不强，敌人就很弱。所以你不要变强，你打他就会简单。但是你变强之后，你再打敌人，他就会非常强。就是那个款游戏就是这样子的设计概念。就是，所以反而就是说我不要变强，我反而打起来是简单多的。因为一旦他变强之后，他的船会升级的非常强悍，他的技能会多非常多。然后，但是我能成长的空间是有限的，导致我跟他打的时候，我会变得很弱。那一款就是这样子的设定。我曾经玩过一款海战的游戏，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款的给我带来的感觉也是有点类似吧，但他还是有他的。这边设计是不一样的，不能这样讲，只是说有类似的感觉。然后重点是我也感受不到我的成长，但我知道他要浓，但我不知道我在浓了之后到底可以回馈我什么这样子的类型啊。可能是我觉得有一种最大的可能是因为真的不懂怎么玩所导致的吧，就会变成是这种比较悲惨的状况。所以某种意义来说，这款应该不适合我吧。好啦，算了，这个我就自动放弃好了。一开始还蛮有乐趣的，但是它的没有它的，我觉得它是取决于你有没有跟上去吧。就是他说他在成长的时候，敌人在成长，你有没有跟着成长？你没有，如果你有跟着成长，这就是一个乐趣，你就会打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要是被这个敌人抛到脑后，就是连他的车尾灯都看不到的时候，你的那个乐趣就会变成是一种痛苦了，类似像这样的感觉。我大概就是那个连他的车尾灯都快看不到了吧，那个车轰了老半天，连他那个连他的那个可能才打掉了他们一咪咪这样子。类似这样，那这样这个等于就是没救了。啊，不管了，这个我就玩到这吧。一个可能不太适合我的游戏，而且重点是我的难度还是预测100%这样。我还没有那个。哦，对啊，其实有一种最大的原因是爽度没有跟上了。它这个随时改啊，不是。我也可以把它改让你好比较通关，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重点是因为我感觉它的本质的设定比较不适合我，所以我没办法从这游戏获得这个乐趣吧，只能这样讲，就不太适合我这样，没有办法找到共鸣。好啦，今天就开到这吧。那好啦，收台了，就这样，拜啦。